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这部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服天堂 M 接下来有两个会有奖励的实况的一些攻略跟一些妹妹嘎嘎。影片开之前，请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一个亚丁工程站的直播活动啊，今天晚上的7:30哦，11月5号晚上7:30会有亚丁工程站的实况。那这个实况当中会发9个序号，每一个序号都限量30000个，所以说今天的实况大家要记得去收看哦，这样子才可以拿到序号。那小 P 我也会将序号的兑换网页放在下方的留言处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再来的话就是亚丁工程预测啦，预测成功会有奖励，失败也有奖励。那每个角色每天都可以拿到1个硬币，官方还会再额外再发一个，所以说一个角色最多可以拿到10个哦，那基本上都是5个这样子。我自己预测是5-5分呐、啊，哦，就是快意恩仇跟一标安杰罗这两个是最有可能拿到亚丁城主的。所以你要全说快意恩仇，全说一标安杰罗，或是分开都可以。建议就是下注这两个盟就好了。再来就是你如果有预测的话，你就是会有机会抽到 iPhone 15 Pro， 然后是抽2名。11月5号的晚上7:30还有特别的实况活动。哦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敬请期待，晚上7:30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再来就是11月8号晚上7:30，台韩府有联合直播。那这个直播的内容预计是讲台韩大战的东西，并且他这边已经有公告说直播会有特别礼物哦，所以说大家记得要来看。那这个直播的特别礼物的话是用奖励信件的，那它的门槛是15天内有登录并且60等以上的账号哦就可以拿到。所以你如果有分身账号，或者是你有些账号想要拿但是没有登录的，记得登录一下。并且这个奖励信件是到隔天的早上6点就会自动删掉，蛮快的哦。所以说今天的实况记得去跟，然后去输入序号。11月8号的实况你如果跟不了的话，那你也是抓紧时间赶快进入游戏来领取奖励信件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内容啦。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你情报，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。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，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 M 的朋友们。小 P LINE 的社群也欢迎扫描加入哦。我是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